着等待着我们的评鉴队长，带着我们的小状元一起来到状元桥前。看着温馨的场面，我们的评鉴队长一个一个带着小朋友呢进到我们的现场来，大家很有秩序的对我们尽量的靠过来。读经的孩子气质佳，读经的孩子呢知书达理呀、啊，读经的孩子更是守秩序。也非常感谢亲爱的贵宾能耐心的等待着我们的评鉴老师们，带着我们的小状元，真的非常的感动呀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喽，剪彩仪式开始。